我已经新年快乐了。二十一楼，这个是二楼，这个是三楼。哇，好大只虾！Debbie 这一家。我们来到了海爱市中心。爸爸不喜欢逛街，所以他就选择了去做 massage。Oil massage 一个小时400泰铢，就在欧店的对面而已。然后我跟妈咪就选择了逛街走。带你看看现在的欧店 D Plaza 现在都怎样了，还有盘点告诉你在这个市中心附近走路能到的 hotel 有哪几间，更有分享给你们我们私藏的美食据点。我们来到了丽嘎登马扎，从丽嘎登帕扎的另外一扇门走出去就是丽嘎登奈马克的、外面好像很多人哦，看一下，哇哦，这里多人，满满都是的。
觉得这里卖的东西很多哦，都有标明写着价钱，明明白白了。哇，这里晚上很热闹哦，很多人哦。节目啊，这个原来是在 Audien 的六楼有 Cabaret Show。我已经新年快乐了。这里真的很多东西，过后我们逛完了Audien过后，我们再继续逛下去。哦，里面还有，来，我们进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里面不只有卖衣服裤子，还有餐馆的嘞，食物档口。卖，来个蛋糕姐。我们来到了这个 Central Hanyai， 可是它好像在关门了哦。所以我们就决定去问问看发生了什么事。Hello， sorry， 已经 central shop 啊，是在嘟嘟啊，哦，嘟嘟的路上，新比啦，知道了吗？哦 ，central festival， 哦 ，OK，thank you。原来他搬在 central festival 那里面呢，在和爱社区 Lee Plaza 附近的酒店。有 Lee Garden Plaza Hotel， 有 Grand Plaza Hotel， Grand Pink Hotel， Sandara Hotel， Sako Hotel， Indra Hotel。 如果大家还知道还有哪些 hotel 的话，可以在我的 video 下方留言哦。过后我们就 check in hotel 了， Lee Rana Hotel。 这个 hotel 是在距离 Lee Garden Plaza 那边大概10分钟车程呐、啊。然后这个是我们在 Agoda 上面 book 的 ，Triple Room 一晚是125令吉21 cent 哦。来这里吃晚餐，然后这个餐馆的名字是泰国字啦，所以我的电话是打不出来的。But then， 如果你们想知道它在哪里的话，可以看我的 description 那边，我有 share 那个 Facebook link 啦，这样下次如果你们要找也方便一点哦。还有一些娱乐设施给小孩子玩，而且这个餐馆其实里面还蛮大的。从我send给你们的那个哦，走进来的话，其实有三间餐馆在同一排的。然后我们进的这间是在数起来是进去的第三间餐馆啊。这里可以啊。
然后这里的菜单都是泰文来的，然后如果要要求英文的话，你就跟他讲不太卖呆，就是你讲你不会泰语，他就会给你看menu 了，就有英文字，然后有图片给你选的。我们点了一碟炒饭，来泰国的炒吃炒饭是对的，因为他们的米真的很香。哇，这个很美耶，感觉不错，很香哦。猪肉碎煎蛋，还有烤牛。咖喱粉都系，松蛋这个菜再配糯米饭，绝配。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更多关于和蚵还有泰国这家鱼的内容，可以看这个视频哦，我会放在 description box 那边 for 这个的 link。